请台长救救我女儿，她是1996年出生的，属鼠。麻烦了，他是地府里逃出来的，这个孩子是不应该生出来的，就是说你不当心怀孕的，你本来可能不想要这个孩子的，听得懂吗？说对不对啊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说的对不对啊？对对对。台长厉害不厉害啊？好好跟台长学，我让你们学正法，我让你们到天上去，我让你们永远不离开你们的师父。下面逃出来的，你现在是在受业报，你必须要不停的念经，明白了吗？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还要念经之后，慢慢的我再教你，你跟秘书处保持联系，你先好好的念小房子，念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台长会教你一个方法跟下面沟通，下面同意他就 OK 了，明白了吗？要给他念好多张小房子嘞。小房子要念2400张。2400张啊，因为他欠了下面很多人的债逃出来的，所以不但你要帮他还，还要帮他的自己欺负过的人的还，在下面的小灵性。那他刚才发癫痫，他跟那个隔壁的那个女孩讲，他讲他要小房子，他又回家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谁说的？他跟他旁边那个女孩。那个女孩是卢台长不啦？我跟你说是驴台长呀，不是卢台长呀，你听他的还是听卢的啦？听不懂啊？嗯嗯嗯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现在没时间，有时间的话，我马上可以把它治得好了。那台长，你可不可以让他把它治一治，让他不要这么……我让他，我帮他治，你一帮他治，你是他妈妈，你先要帮他治。我是要帮他治。你自己这种人，真的小房子念100多张，自己都救不了，还想救女儿？好了，好好学吧。那他今天他不会再发了吧？这段时间。看看这，你看这种妈妈就是叫台长来给她不要再发的，算了算了，我刚让她一个月不发吧。你等等啊，我让她一个月不发，你不好好念就去发了，我不管。几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96年属鼠。好。一个半月不会发。哦，好好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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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谢谢台长，好了好了，你放心啦，身上的这么大个鬼啊，在他身上啊逃出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有时候啊，你们不想要的孩子，有时候不当心怀孕了，很多的都是小鬼啊，大家听得懂吗？